男人嘚儿喝的往桌子上摞钞票，然而由于他赚的钞票实在是太多，长达5米的办公桌半个点不到就被钞票堆了个满满登登，板板增增。男人没招了，只能抱着钞票将其转移到保险柜里面。随着保险柜的钢门滋嘎一下被打开，由于钞票在保险柜里装的实在太满，稀里哗啦叮了咣啷就掉了下来。男人不得不抱着钞票将其丢进另一个保险柜里面。可就在半个月之前 ，Michael 还是一个兜比脸都干净的穷光蛋，而他之所以能够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挣了个盆满钵满，脑瓜都满，正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嘎嘎旺夫的媳妇 Lisa。Lisa 是当地出了名的 beautiful 的妹，当地的富二代一直对她紧追不舍，而 Lisa 一直觉得这些个纨绔子弟没一个好人，而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一个穷逼，因此富二代在她眼里犹如一条 snake 一样，只能对其敬而远之。奈何 Lisa 的母亲勒令她必须跟富二代谈对象， Lisa 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富二代的限量款跑车。你为什么非要娶我？哈尼啊，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我不要你学了，我教我学吧。 Lisa 一听这话太他妈油腻了，她竟无言以对。而富二代为了向丽莎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，当即拍拍个大腿，带着丽莎来到他家的商业帝国。 Baby 快看，这就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。所以你的江山快要完蛋了。此时富二代并没有想到丽莎会一语成谶，反而带着丽莎去嘲笑这场对穷的穷光蛋 Michael。 虽然 Michael 生活十分艰苦，可他就算宁死也不卖力刻苦，最终沦为小镇上最穷的老穷逼。而当丽莎得知麦克的过往经历之后，便立马对 Michael 一见倾心，二见痴心。这才是我要嫁的小哥哥。当他得知小哥哥万分愿意娶她回家， Lisa 便立马不顾母亲的反对，执意与 Michael 火速成婚。富二代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，顿时气得他们头发全白了，于是他隔天就找到 Michael 的家里，谁知却看到 Lisa 被 Michael 修补房顶，他顿时就朝着 Michael 一顿冷嘲热讽。而 Michael 被富二代损得抬不起头，他当即向 Lisa 表示，媳妇儿你等着啊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 Michael 说罢便摔门而去，准备去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可是 Lisa 在家等了 Michael 整整24个点也不见人回来。当他欢悠地去镇上寻找 Michael 的时候，就看到 Michael 带个围裙在广场上喊得十分卖力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今天老哥买点啥，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不看今晚难睡觉，产品甚好价格低，走遍全国数第一。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新奇的售卖方式，纷纷跑来给 Michael 捧场。就这么事， Michael 直接就把富二代的生意给抢了个一干二净，随后他更是直接原地起飞，挣的是盆满钵满，脑瓜懒都满了。就在 Michael 嘚儿喝的要跟 Lisa 汇报这个喜讯时，他突然一个激发心梗，当场嗝屁。而 Michael 的2000万巨款全部由 Lisa 集资，他二话不说把这些钞票全都捐了出去，就为了让自己彻底过上穷人的生活。 Lisa 原本是前往巴黎旅游散心，结果却在街头遇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。这个画家不仅穷的一批，而且还十分懒惰，他自豪向 Lisa 展示他调教猴子代为创作，看到猴子拿着画笔随意就画了一幅神作， Lisa 立马出价$10,000想要购买这幅巨作。这只猴子的主人顿时就气急眼了，哎，姐们儿，我这是艺术，艺术是无价的，拿走你的臭钱，难才不卖呢。又莫非是上天把我的小哥哥送回来了？老妹儿看着画家哪怕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也宁死不肯接受金钱的腐蚀，她仿佛在画家身上看到已经去世的前夫。 Lisa 就喜欢这种有原则的老穷逼，于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旺夫体质， Lisa 当即就和画家闪婚了，与画家过起了田园牧歌的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两人结婚满月的当天， Lisa 看到画家用电钻的声波指挥机械臂画画，来以此庆祝他们结婚30天的纪念日。奈何指挥机械臂的电钻吵得他脑瓜懒得嗡嗡的，于是他便建议画家可以用音乐的声波来作画，殊不知此举再次开启了他的旺夫体质。 Lisa 挑出了画家最喜欢的一个唱片，将其放到唱片机上，随着机械臂实现了画风和声波的完美结合，当画家看到成品画作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惊呆了。我的老天爷了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。果然画家穷困潦倒了30多年，因为这幅画遇到了欣赏他的伯乐富豪，富豪不仅出价1500万买走了他的作品，更是把他引荐到顶流社会圈中，顶层的富豪们纷纷以高价争相购买画家的作品。画家立马高兴嘚了，当即就加大了机械臂的马力，让他创作更多的画作。而 Lisa 两口子不仅因此身价倍涨，还住上了大城堡，变成了万恶的有钱人。可是因为画家陷入创作的癫狂之中，压根没有时间陪伴他媳妇儿。Lisa 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着极其严重的旺夫病。为了治好这个病， Lisa 找到了画家。亲爱的，别画了，好久都没有陪人家了。昨晚上不是刚陪你吃了晚饭吗？你看，我把我们定型的猴子都带来了。嘘，别出声了，快听我的新 music。
Lisa 原本想劝他放弃工作，一起去过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谁知画家不仅不听劝，反而用机械臂画得越来越仔细。就在画家嘚儿喝的搁那指挥画画时，其中一个机械臂出现了故障，直接把画家给当场勒死了。就这么事 ，Lisa 再次他妈成为了单身富婆，继承了画家将近9000万的遗产。可他并不想要这些臭钱，只想有个对他嘘寒问暖、关心他的穷哥哥。Lisa 受够了旺夫体质带来的苦恼，于是便在深夜来酒吧买醉。结果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小丑演员老丑哥。当 Lisa 得知丑哥不仅比前两任丈夫都穷，还欠有100万的老饥荒，立马就决定要用丑哥来摆脱他的旺夫体质。谁知两人结婚之后，丑哥因为他的旺夫体质直接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，活动费、代言费，他是一路水涨船高。俩人摇身一变，再次变成了万恶讨厌的有钱人。就在丽莎苦恼说怎么他妈变回穷人的时候，丑哥出席代言活动，被疯狂的粉丝当场给踩死了。丽莎再次痛死了穷逼小哥哥，变成了拥有2亿遗产的单身富婆。为了摆脱这万恶的旺夫体质，老妹儿直接嫁给了一个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一的富豪。她寻思这人反正都是全球首富了，我他妈再旺能旺哪去啊？于是丽莎拍个大嘴，直接开始了她的第四段婚姻。俩人整天夜夜笙歌，啥也不干。富豪更是直接为了丽莎遣散了公司的所有员工，开启了无人管理化模式。就在丽莎幻想着自己能够摆脱有钱人的苦恼时，由于富豪率先创下了无人管理的经营模式，股票不仅没有下跌，反而一路高歌猛进，不仅给他带来了10亿的盈利，还使他的身价甩开福布斯富豪榜第二名远远一大截子。当丽莎得知这个情况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他为了彻底摆脱有钱人的身份，当即就带着富豪住到了乡下，两人买了一个100亩的小农场，化身为平凡朴实的两口子，过起了你喂鸡鸭我喂牛的田园牧歌生活。可惜呀，好景不长，富豪这天跟邻居喝酒喝懵逼了，晃悠的去牛棚挤牛奶，结果却阴差阳错挤成公牛了。公牛一个刺痛，不吃一脚把富豪踹了出去，眼瞅着富豪跟个流星似的从脑瓜栏上飞出10多米远，扑通一下当场嗝屁。Lisa 整个人都懵逼了。就这么事 ，Lisa 再次回归单身富婆的行列。本就富裕的她，更是继承了富豪30亿的遗产。我的命好苦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接连失去了4任丈夫 ，Lisa 备受打击，她只觉得生无可恋，于是便想着把丈夫们的遗产全部都给捐出去，造福社会。谁知她在福利院遇到曾经追求过她的富二代，如今富二代变成了富二代，成了福利院的一名保洁员。原来 Lisa 当初的第一任丈夫暴富之后，直接吞噬了富二代的商业帝国，而富二代负债累累，不得不身兼数职打工还债。可即便如此，富二代依旧对 Lisa 倾心不已。当他得知 Lisa 依旧是单身，于是当场便向心爱的老妹求婚。如今我成穷光蛋了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 Lisa 被富二代长达5年的暗恋感动，立马就答应了他的求婚。晚上俩人一起回到乡下，有了4个胖娃娃。而富二代也按照 Lisa 的指示，对于农场的工作也是2天打鱼3天晒网，反正就是他妈不好好干。就在 Lisa 以为自己彻底摆脱了旺夫体质的时候，富二代在耕地时偶然间发现了农场的石油。见此情况 ，Lisa 整个人都懵逼了。好，我点儿怎么这么背呀、啊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